其实还是看伞兵的手机视角应该是更真实一点，这个观战视角。来个魏无羡，来。积分，积分，积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有讲究的，有讲究的。积分啊，别看了，积分没好呢。哇，距离的死法有点难看，我的天，直接被数秒。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九九直接没了。多长了？紧张不紧张？他们一个小年轻选手刚打比赛不久，遇到这种人，紧张不紧张？你说紧张不紧张，兄弟们？遇到 BOSS 了，我看这个左摆头有说法的呀，兄弟们，最后一。